正当九天玄女和黑白使者在商量如何对付方寒的时候，方寒却出现在了天界的高空，一个神秘的位置。他的身下是无比巨大的烈日，缓缓的旋转着，照耀了千百亿恒河沙数一般的虚空国度，似乎把整个天界都波及到了其中。这是天界真正的大日。方寒身处天界大日的高空，看着脚下的山川河流，大地仍旧是非常清晰。如果是一般的高手，天地同寿的强者，天主要飞到他这样的高度，只怕也需要千百万年的时间。但是他什么修为，到了十二个纪元的巅峰，几乎是一抬脚就可以到达诸天万界任何一个地方，真正的行者无疆。他站立在烈日之上的天界虚空，感受着狂暴的气流，越往天空之上，气流越狂暴，到了最后，甚至连天君都要被扯碎。从来没有人探索天究竟有多高，实际上，天界的天到底有多高，地到底有多厚，没有人知道，至少一般的天君是无法测量天高地厚的。只有到达了仙王的境界，才能够真正洞穿天界整个本质。方寒现在是来寻找界上界，准确的来说是寻找永生之门，因为界上界是因为永生之门而凝聚成型的。诸天之中，不少老古董都出来了，战争之主是一个纪元的修为，天母是一个纪元的修为，刚才救走三界高手的也是十一个纪元的修为，终结圣王现在恐怕也是十一个纪元的巅峰修为，恐怕不久之后，灾难、混沌、永恒、杀戮、混乱，都会突破十个纪元的修为。这才是诸天之中一些老古董的修为，那界上界中的高手，更是不知道有多少。九天玄女也都在界上界中，还有已经消失了很久的多宝天君、方清雪。我现在推算不出他的任何行踪来，毫无疑问进入了界上界。不但如此，齿猿之主、心魔之主我都推算不到，毫无疑问只有界上界，因为永生之门的影响才会扭曲我的推算。方寒站立在高空，身边的狂风吹得衣服烈烈作响，他继续的飞升，狂风最后都变成了一片混茫，连烈日都无法看到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完全迷失了自我，方向都无法辨认。那狂风仿佛一柄柄的锋利神刀切割上来，不过还没有到他的身躯周围就被纷纷震碎。方寒随手一抓，抓了一锋刃，就看到了在手上锋利异常，闪烁着刀芒，足可以切割天君。现在他到达的高度，天界的上方已经是大多数的天君都不能够上来了，每上升一步都要遭遇到巨大的阻力，似乎空间都要被风冻结。那风居然超越了光的速度，超越了时间，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风，而是一种代表速度极限的法则。界上界到底在哪里？方寒身躯不停的上升，风越来越猛烈，不过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他放眼看向高空，依旧是无穷无尽的混茫，根本看不见任何界上界的气息，甚至方寒的一切推算之道都已经失灵。难怪界上界一直在传说之中是修行的圣地，进入了界上界就等于可以寻找到永生之门，但是一直鲜有高手能够进入其中，原来是如此艰难。不知道界上界的入口在天界最高空摸索，很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寻找到。方寒甚至感觉到自己再度上升，很有可能会迷失在无穷无尽的混茫中。他虽然不怕，近乎于不灭，但是元界也需要他照顾。现在的狂风已经扭曲了法则，在这里大道都开始混乱了，狂暴了。再次抓了一把天风，方寒发现那天风中狂暴的法则大道一捻。如果说天界地面上的法则
原界周围的激光带是温驯的小白兔，那么这高空深处的狂暴法则就是一条亘古魔龙，两者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难怪战争之主天母并没有去街上界修炼，莫非是因为那入口难以寻到？也是，他们现在的修为已经不如我，我都寻找艰难，他们更是凶险。天界果然是连天君都无法知道有多大，神奇远远不止这一点。方寒停止了上升，盘膝端坐下来，就在狂暴的法则中呼吸吐纳着。无数狂暴法则被他吸入了身躯中，这些法则中有空间，有时间，有生死，有位面，各种法则彻底狂暴，一片混乱，相互撞击撕扯，连神物都要撕扯成碎片。不过这都只能够为方寒淬炼形体。好，似乎寻到了界上界的蛛丝马迹。再往上走，无穷无尽，方寒的神念探索到了极限，仍旧是狂暴无边的法则，扭曲而混乱。越向上面，法则越狂暴，法则锋芒的狂暴难以想象。方寒甚至看到了一座座的封山，都是由时间、空间这些法则组成，扭曲在一起，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动，根本无法被消除，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动力。难怪天君都无法感知天界到底有多大。界上界就是存在于这无边无际的狂暴法则海洋中，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入口。但是方寒在推算之间却是感受到了一丝界上界的气息，因为他的小宿命术已经近乎于参悟到达大命运术的境界。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谁能够准确的知道永生之门的位置，那么他是当仁不让。当然还有电母天君方清雪。清雪是怎么进入界上界的？按照道理，界上界处于这狂暴的法则之中，非常难以进入。我虽然不惧怕，但是一般的天君绝对是死路一条。方寒心中还是有着一丝疑惑，因为这里的法则狂暴的风俗早就超越了光，天君存活不下来。除非是像他这种超越了十个纪元修为的巅峰天君，才能够往返于其中。难道方清雪也突破了十个纪元的修为？就算是方清雪突破了，但是心魔之主、赤渊之主不可能突破呀。或者就是他们有别的方法，有神物的保护。永生之门，推算一点，界上之界出现在我的眼前。方寒在这狂暴的风中，身躯团团旋转，脚踏八方，步刚踏轴，一阵阵的狂风吸收进入身躯，转化为力量。他手臂一震，抓破苍穹，直接捅入了上苍最深处，一遍遍的在空中画着一个个的门户，千门万户全部都在其中。最后他就定格到了一点，在那一点之中，一尊巨大浩瀚的无边无际的巨门虚影显现在了一方镜子中，正是永生之门的位置。他嗖的一下穿梭进入了镜面之中，顿时整个人就彻底消失了。下一刻他就出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是另外一个位面，青山绿水，元气充沛，一座座巍峨的巨山耸立着，那天空中也有烈日在照耀着。方寒随意呼吸，空中居然充满了永生之气。永生之气，那是比天脉元气更为强大高级的气流，呼吸进入其中，可以对于仙王之道的领悟有很大帮助。实际上天君想要修炼到达仙王，永生之气是不可缺少的元气。不过在天界之中是没有永生之气存在的，只有诸天神物中才有永生之气的存在，所以
诸天神物是天君修炼的必备材料，不过实在是太罕见了，所以一般市场是购买不到的。就算是偶尔能够买到一些低级的神物，也是天君把其中的永生之气吸收光的，留下来的渣子。天界当中，许多市场对于天君来说非常的低级，已经没有去的必要了。这是什么未免？难道就是界上界？方寒目光一扫，感受着这里的法则，就发现这个巨大位面中的法则十分坚固，比起天界都要坚固千倍。元气运转迸射出来的力量也要耗费很大的元气，一拳打出在天界不需要多少力量，但是在这个位面却好像浑身都被束缚到了枷锁似的，是法则太过坚固的原因。而且这个位面给人第一印象是巨大，天界的山峰已经够大了，每一座几乎都是延绵数十亿里上千亿里，而这个位面几乎是一座山峰就有星球大小。人进入了位面之中，就好像是一个小人来到了巨人王国，有的一株树通天而立，直入云端，根本看不清楚有多高，一条河流波澜壮阔，不是天君都难以飞渡，其中的水流轰隆隆流淌，那冲击力几乎不亚于普通天君的攻击，尤其是这河流之中还有巨大的鱼形怪兽在出没，似龙非龙，似兽非兽，散发出来强大的气息。这跟当初方寒在世俗中进入龙界的第一印象差不多，在龙界的时候第一印象是洪荒古老巨大，但是现在看来，这里的位面山石草木比起龙界来不知道大上多少，龙界比这里就等于是一个微型的小世界，甚至方寒感觉这里才是真正的天界，而下面的天界不过是一个伪天界而已。空中不时的有飞鸟呼啸而过，那飞鸟的翅膀一伸开几乎遮天蔽日，把一方大地都遮盖住了，这飞鸟的力量也异常强横，在世俗中几乎可以击杀天君候补榜单上的许多无上强者，前十名都不一定是对手。这就是界上界，毫无疑问永生之门的影响力在虚无的混沌中开辟出了一个可以媲美天界的危险位面。方寒观察了好久，终于彻底熟悉了这个位面的法则，界上界的位面，这里的确是处处都是永生之气，导致孕育出了无法想象的宝藏，是修行人的圣地。可惜的是也极度危险，一般的天君进入其中举步维艰，只怕要被怪物给杀死。方寒降落的地方是一处山脉，巨大的山头一座一座，好像星域似的，直接来到了星海之中，无法出去。他立刻飞行起来，却遭到了许许多多怪兽的攻击，天空中似乎有怪兽感觉到了他的气息。突然一群怪鸟对他袭击而来，千百万只，成群结队，密密麻麻。这些怪鸟长着九个头，利爪狰狞，全身的羽毛五彩缤纷，天然的纹理变化成为了无上兽纹，口吐激光，几乎洞穿天地，对着方寒进行围杀，似乎要吞噬他的天君本源。天禽九头鸟，早就已经绝迹的猛禽。方寒一看，这些天禽九头鸟个个都凶猛，堪比天君候补榜单上排名前十的强者，千百只一起遮天蔽日上来，一般的天君肯定要饮恨而亡。可惜的是方寒是何等角色，手一挥，一道剑气斩杀而出，这些禽鸟纷纷爆炸，化为元气吸入了身躯中，这点元气对于他的滋补小得可怜，不过聊胜于无。而且他采集了这些天禽九头鸟的魂魄，可以回去给弟子凝练一些飞剑，绝对的来至诸殿斩鬼杀神。一路之上，方寒飞过这片山脉，不知道遭遇了多少攻击，许许多多的强大怪兽对他进行莫名其妙的围杀，都是天地之间罕见的强大存在，
有的甚至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衍生出来的怪物，似乎是这片界上界独有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他穿越过一片河流，那河流中居然飞出了类似于魔龙似的怪兽，对他进行攻击，而且是成群结队。有的魔龙怪物首领都是相当于天军级别存在的高手。可惜的是，这些怪兽都不是方寒的对手，挥手之间灰飞烟灭。但是苍蝇多了也是非常让人讨厌的，尤其是方寒经过了一座巨大的插天山峰，其中居然出现了一窝窝上亿的蝙蝠类似的魔兽。这些魔兽一个个长着蝙蝠似的翅膀，而身躯是一个修罗魔鬼的类型，个个身高千百丈，吼声如雷冲天而起，手中还有鲜血似的武器，是自己的血之法则组成的神兵。这是传说中无上寿道盛行的时候，血神一族早就已经泯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居然在这里出现了。方寒在自己庞大的记忆库中开始搜寻，立刻就知道了，这些蝙蝠式的魔神是血神一族，不是神族，而是兽族的兽神，个个都修炼无上血道。传闻中的血神一族是得到了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血字才诞生的，那血字也是一个强横无敌的字体，几乎是不在佛字魔字以下。这些血神一族对着方寒进行攻杀，越杀越多。方寒杀了一会儿真正动怒了，施展出翻天覆地的手段，把一座座的山峰直接翻转了过来，机缘神阵一布置，把所有的血神一族都包裹了进去，然后直接炼化，整个世界顿时清静了。所有的血神一族在哀嚎声中灰飞烟灭，就留下了一滴滴的精血。每一头血神按照能力的强弱，鲜血也有大小，有的小如绿豆，有的大如拳头，都是璀璨鲜红，一滴滴旋转，其中一个个的血字在闪烁着，血字扭曲蜿蜒，有一种鲜血的味道，不是世间任何一种文字，正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最强字体。不过这些字体都不是原本。方寒斩杀了这一片的血神一族，并没有得到了最强的血字原本，总算是出了这片山脉。斩杀了这一片血神一族之后，方寒就看到了眼前巨大的山脉消失，一座浩瀚广阔的平原出现在眼前，一直到达地平线深处，以他的修为都无法看穿。而在平原之上，一座高大巍峨的城池耸立着，其中人群熙熙攘攘，居然传递出了天军修士的气息。难道这是界上界中居住着天军修士聚集地？方寒立刻飞了过去。方寒以为在界上界中就是一些大神通者隐居修行，却是没有想到在偌大的界上界的平原上还有着城池，人来人往的集市，一些天军高手，还有一些至仙皇者、天地同寿的强者，都在那城池集市中游荡着，相互交流着。这界上界中还有至仙、天地同寿的强者，许许多多的天主级别高手，比起天军候补榜单上不知道强横多少倍。方寒降落在了这座城池之中，这座城池几乎相当于天庭一个大洲的大小，街道处处都是被人用无上法力锻造出来的，一条条街道上到处是高大楼阁房屋，城池上方隐隐约约有极其厉害的阵法在不停的衍生着，是抵挡界上界中许多狂暴的妖兽、狂暴的法则的。很显然，这是一个类似于庇护所似的东西。想一想，方寒从山脉中一路杀出来，遭遇到多少攻击，普通的天军早就一命呜呼了，只有他这种强横的天军才能够斩杀魔兽，随意往来。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梦游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永生》第947集，是由陈颂无声。